9月16日，新晋小花郑和惠子迎来了自己的生日，并在北京举办了首场与粉丝一起度过的生日趴。郑和惠子因热播剧《夏至未至》中温暖而俏皮的荧幕人气暴涨，俘获了大批观众。为了回馈大家对自己的喜爱，现场郑和惠子还贴心地准备了惊喜哦。和惠子与白敬亭、张若昀、吴磊、白客、张彬彬等一众男神们都有过影视上的合作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男神收割机。生日会当天，白客就特地从云南拍摄地赶往现场，还亲自为郑和惠子送上生日蛋糕与祝福。我今年19岁生日快到了。19岁啊，终于那个成功分同龄了。今年我也是过了郑和惠子与白客合作了《名侦探狄仁杰》之后，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所以说他们的默契度那也是相当的好。这不，刚送完祝福，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启了讲段子模式。啊，你有没有带火机那个？火机我没有啊。那你是怎么点燃我？哎呀，不好笑，我那是张彬彬的，张彬彬的段子啊，这不是我的。张彬彬的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不是我的，我的一定会好笑的啊，就是张彬彬的。